9月11日，张靓颖在中国新说唱公演舞台，用歌词讲述了自己15年来的黑料和槽点，勇敢将自己的伤疤揭开，回应非议，用 rapper 的方式回击了键盘侠。不少网友表示，真姐新歌太敢了。歌坛大姐大韩红也暖心鼓励靓颖妹儿：“我不懂说唱，不敢妄加评论，但是我知道说唱是门艺术。首先，他必须真实，敢于撕裂自己，直面人生，敢于 diss 自己的就是自己的英雄。你的努力我看在眼里，由衷敬佩。”面对鼓励，张靓颖也爽朗道：“关于面对，我还在学，谢谢姐的鼓励。”李荣浩也搞笑评论道：“几个月没见，你怎么帅成这样了？你看我俩还有机会一块儿上演吗？”张靓颖回复：“有，还有机会带你上王者。”而于朦胧苏芒也下场评论，力挺张靓颖的勇敢。